啊，左边这一个斜度呢，会影响这个字的美观哦，所以落笔的时候这个斜度注意一下啊。老师示范。O 呢，这边呢可以当作三个等分来处理啊，才知道下面我这个到底要多弯，到底要多大啊。这边呢一个转折处啊，算一个横的感，一个交界啊。最后呢，我们也这一笔也当成一个横画，那这样子这一个字的协调感可能会好一些。老师示范。二，好，跟刚刚一样啊，只不过这边呢，它有一段凸出去的部分，那凸出去大概有多长呢？啊，跟这一段呢，啊，大致一样就可以了。老师示范。A， 啊，注意横画的距离和直画的距离啊。这个两个横画的距离，还有这两个直画的距离，老师示范。